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妞妞，我是林玉涵，我们今天要来进行闺蜜问答。好，我先开始。好，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，哎，是我们都要回答。对于你的第一印象是，就是仙女啊，仙气非常足够，而且又漂亮，然后非常爱睡觉。就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就觉得。对，我只是一个秒睡，然后很爱喝热水，就很像一个老人，小老人这样。我对他的印象，因为他演的那个角色，他的那个妆很可爱，很像王菲的那个妆，在红眼妆。对，然后他很会讲冷笑话，所以我就会觉得，看他就是很符合他的角色，就是古灵精怪，然后又很会逗大家笑。被女闺蜜抢吻的第一个反应是，又被女闺蜜抢吻。对啊，这个好像觉得我一定有被女闺蜜。对啊，会这样吗？看起来就是会被女闺蜜抢吻的，就是好像就是没有问过我人生到底经验是一定会的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很好就拐过来亲，好像其实我好像有被女生亲过。我记得我好像那些是大学这样子，然后是学姐，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要演。戏里面有吻戏，然后学姐就闹说，哎，就是什么的，大家都来亲一下，为什么只有你有吻戏，我都没有？所以就只是好玩。初吻是在几岁，在哪里？这个两个都好回答。这个对，我的人生初吻是演戏，大二的时候演戏的时候，就是在舞台上，场景就是在舞台上，在角色里。对，你呢？我应该是从毕业吧？毕业吗？在一个你知道公园里面，这么公开的地方，欸，但我在舞台上也蛮公开的，非常的青涩的那种，就是你知道很无聊，就说怎样，那他是男生，就说那你敢不敢给我亲？就是你知道这种很无聊，就是说你敢不敢给我亲？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敢？为什么不敢？就是这种，对，哦，好，赌气式的，你跟谁对戏的时候曾经心跳漏一拍？心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可能他突然就是是黄医生，不是，就是在写黄医生，不是，他觉得你突然觉得他在电到，然后觉得有一种被电到，对，被他电到，然后就是有点。有这个 moment， 但是我也是有点想不起来，现在有点忘记，因为那个是那一拍现在不在，所以我现在恢复正常，所以就没了。心跳漏一拍，大概是对大自然的时候吧，很容易漏拍，就觉得天哪，太美了，所以可能是大自然吧，就是跟这个男生拍戏，但我们在超美的大自然，我可能就。就是可能有时候先拍男主角，然后我就自己在旁边。心跳漏一拍，在那个大自然里面，你居然是对花草心跳漏一拍，人平常很容易看到啊。所以你生日的时候送你一盆花跟草，对我就是很，对我很爱这个。